安哥哥，小伙伴们又发了好多不一样的乌鸦仔表情包过来了，你赶紧去看看吧。好的，我马上去看看。你把其他乌鸦仔做出来了，小伙伴们都会给你点赞的。没问题，安哥哥加油啊！我马上做出来。取粉橙色和白色粘土混合成镁粉色，给这个新的乌鸦仔做一个身体，再用镁粉色粘土做一个乌鸦仔的龙头放起来。小伙伴们发的表情包实在是太多了，安安哥哥就先挑一个看起来比较时尚的乌鸦仔做出来吧。这个乌鸦仔的身体是粉橙色的，其他乌鸦仔都是没穿衣服的，但是它比较特别，它穿着一身非常时尚的衣服。不知道你们表情包里有没这个乌鸦仔呢？现在已经有很多不一样的乌鸦仔表情包出来了，有长头发的，也有穿尿不湿的。不知道你们表情包里最新的乌鸦仔是哪一个呢？发出来看看有没有安安哥哥没见过的。这个乌鸦仔穿着的是一条黑色的裤子，再取青色粘土做一件青色的衣服给这个时尚的乌鸦仔穿上。朋友们，你们关注安安哥哥了吗？安安哥哥会不断更新驯龙高手系列和之前做的其他系列作品，再不关注我，下次可能会找不到我哦。这个乌鸦仔的衣服做好了，现在来做他的头发和眼睛。安安哥哥看到上期视频有小伙伴说微笑小动物里面还有人物没做完呢，安安哥哥都差点忘记了，你们知道是哪个人物没做出来吗？知道的小伙伴麻烦告诉一下安安哥哥哦，安安哥哥下期把它做出来。这个时尚的乌鸦仔做好了。哇，你的衣服真漂亮。安安哥哥，你可以帮我们也做一套衣服吗？拜拜。